我真的没想到，我最尊敬的师傅，竟然能出卖兄弟，杀人全家。马叔，最后一碗，给您的外卖。嗯，好。我是维修师，所有东西我都能维修。在中枪之前。 他们已经受到过致命伤害，凶器修理古董工具，华叔很可能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连环杀人犯。今天不能是你杀到的吗？是我，云浩，老朋友。看到华叔，这些都是你。 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是华叔，是这条街的恩人。华叔，嫌犯非常危险，不必反抗。 击毙。